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说这些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日108年9月22日，又是咱全民念佛。下顶礼拜咱的全民念佛是祈求台湾平安、世界和平、天下一家亲。那么今日，咱念佛的功德是要来祈求风调雨顺，风不调雨就不顺，雨不顺呢，五谷就不丰也不丁，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到位，尤其是天温会到位。所以王禅老祖甲咱开始鼓励咱慧心弟子，甲十方善信大德，啊，运用短短半点钟的时间，大家集合这个功德来念佛，啊，咱的祈求风调雨顺。咱将所有念佛的功德来回向予诸佛菩萨，回向予天神，回向予天公，祝福予咱大家。大家若平安，啊，大家若生活无问题，天下都太平嘛。所以王禅老祖甲咱开始所有微信地址，咱是世界新兴宗教，无分着什么教。啊，新兴宗教就是新的发展起来的教义，或者新兴宗教。啊，这教义是要来祈求台湾平安、世界和平。啊，照导咱大家来世间修行啊！照导咱大家的嘴、脑、啊心，啊三合为一来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是皈依。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身躯边啊，咱的完成借助，或者咱身躯边，咱的祖先祖灵，啊，或者地下界，无事男女孤魂，听到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因会觉着，会觉悟，原来咱的心，拢是阿弥陀佛。咱的灵性就是佛，所以人人平等，拢一个佛性，这是佛祖所甲咱开示的，王禅老祖甲咱开示的。啊，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接受呢？哈、哦，所以咱啊，真济十方善信大德要疑问呢，咱无必要疑问。啊，咱的疑问，
咱就失去这福报啊。所以咱大家共同来念佛，咱祈求风调雨顺，啊，国泰的民安，国泰民的安，啊，我国都要丰盛，生活无问题，经济都稳定，啊，台湾人民。啊，会当为世界人类，大家来做出爱，来关怀，哈、哦，世界人类，哈、哦，那么咱就是念佛，咱对啊，风调雨顺来做起，所以风调雨顺的真理啊，是足深的，嘛是足浅的，只要咱爱会晓。依法去修行，依法去做，大家来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咧，专门念佛，一秒钟472公尺，诶，地球在转，遐紧。啊，那么一秒钟看偌济人念佛，这个功德看偌大功。所以咱台湾这么多年来。啊，每次若拄到天灾、洪灾的时，啊，咱拢鼓励大家认真来念佛，啊，来祈求龙天护法保重生，化解艰苦释战争，也愿人心受疼爱，当祈世界永和平，天下一家亲啊！所以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时间，啊，等下呢。咱的静心来教咱的啊，所有微信同修师兄师姐啊，同齐来念佛，然后将念佛的功德，咱来回向上报四重恩啊，下济三途苦，凡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啊！啊、哦，所以今日专门念佛的功德呢，哈、啊，咱愿意来回向各位的列祖、列宗、祖祖灵，回向哈、啊、咱的累劫以来冤亲债主，啊，解冤释结，啊，一旦东顶极乐净土，啊，那么一旦消灾化劫。啊，咱对全体的消灾化劫，啊，就是祈求风调雨顺，啊，风调雨顺呢，国泰民都安，国泰民安，世界就永和平，天下一家亲啊！现在咱大家来念佛。万灵。归心三皈依偈文，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送。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诸天圣神、佛菩萨、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圣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净土，当下处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。以为本愿，
预备，再拜，三拜。
跟你用西山，阿能用西山，可得跟你用西山，阿能开心。